无动的时阵，伊就感觉有苦。啊，迄是毋是两边也相？哦，还敢是两边也相？是吧？所以修行爱，我都耐得了什么孤寂？因为耐得了孤寂，就是袂感觉迄是孤寂啊，安尼就无两边业相啊。我讲安尼有道理无？所以一个人爱佚佗，耐不了孤寂的人哦，修袂起来。恁讲我咧讲，敢有合理？这心情都想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修行真正的哈，嘛是伫个禅，里边咱搞这无始劫以来这。这不好的两边业相的这业种，免它消掉，消到尾啊，都是纯清净的，无生死业的。人讲，迄叫做未生死，未搁再有生死相续的，迄就是涅槃的意思，啊，就是佛的意思。对。我们请翻到532页，111集哈。都啊，讲遐观念是非常的重要啊，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，它对咱修行哦，重要的观念啊。所以，咱爱也要训练这戒定慧。就是爱先了解，有一个知见了，啊，开始去沉淀咱的心，让咱的心袂散乱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吼。能够有独头的意识，就是讲咱打中中的万念，那是家己的。另外一款就是讲吼，咱普通时啊无济时，面对境界时，你变哪吼？你要哪去拨掉？拨掉那个业缘，免他把业缘拨掉。哦，打坐有这个好处，所以讲咱打坐中间吼，免他那气度这个，咱的妄念。说嘞吼，这无咧打坐是面对境界，是免他拨掉这个业缘。因为两个重点嘛，一个是本身的，一个是甲别人的，对啊。伫个来果禅师的语录内底吼，足侪因缘是安尼吼。特别有人就去甲来果禅师讲，啊，迄搭遐安怎吼？啊，你毋着来讲安那一个吼？啊，伊拢回答说吼，念佛者是谁？啊，即嘛，人来讲，阿弥陀呀，我安那安那吼，阿弥陀来来安那吼，伊就佫回答念佛者是谁？哦，即嘛就讲，阿弥是不是吼？我俩对答欠债吼，阿弥是不是爱？伊就佫回答说，我说念佛者是谁？伊个禅师拢不爱好你吼，妄念伤济。啊，伊即摆伊就讲一个故事吼，伊讲吼，伊本身的比例啦吼，伊讲吼，我永过吼住伫一个所在吼，啊，迄个所在吼，我伫遐住的时阵足清气吼，结果我30年后了吼。因为离开迄个所在吼30年啊，
了，我再搁登去迄个所在的时阵看到迄内底吼灰尘啦、啊、吼，啊老鼠大便啦、啊、吼，蟑螂啦、啊、蜘蛛网啦、啊、吼一大堆吼、啊，啊然后吼我入去安尼，吼一看到当然足伤足伤感吼，啊但是入去了吼，慢慢吼慢慢一个一个清吼，清到尾啊吼，再搁恢复原貌。哎，伊的意思来讲吼，咱的心内底吼，已经吼三十年无去管伊啊，所以内底吼已经积足侪灰尘大便吼。当我重新回来去看他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已经堆满很多垃圾在里面，所以吼，咱沉沦了吼。已经足久无去管咱的心啊！吼，内底有足侪吼垃圾，等你去拼，所以吼，所以咱若有闲的时吼，爱打坐去看卖吼，看内底有偌侪粪屎还袂拼，吼，爱会记个去甲清清的吼。好，我们看500。那你532页开始喝哈。如是我闻啊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数及孤独也啊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譬如池水，五时游巡，深亦如是，其水已满，复有四父以茅草之指爪，以地比水啊，地的是沾呐、啊，看沾这个，沾在底下来的水哈、啊。那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似乎水地为多，或者食水为多。意思就讲，我用这草啊，甲一个井盖，入去。目到的遐水，甲池仔的水内底比起来是相较侪吼。那比丘白佛，彼师父以茅草或指爪所地之水少，少不足以言，而池水是很多，甚至呢百千万倍，不可为比。意思就讲，啊你目到遐水啊是一珠啊尔，你要甲池水比起来吼，是。差了几十万倍、哦、那如是诸比丘，见地者所断众苦，见地的是看到真相，叫做见地、哦、那看到真相，安那看到的就是打坐中间看到的，知无？就是讲经过打坐了，啊，心情就明了。哦，啊！你才看得到这些物件哦，哦，看到真的真相是啥哦？啊，咱的业障是啥哦？才看得清楚哦。所以，见地者所断的众苦，如彼池水啊、哦，以未来是永不复生啊，就是我都给断掉，顺便搁再生，哦，没。一般人都想奇怪，是要怎见地？是要怎见地？是不是听听就见地？不是这样、哦、你敢听我说就见地来了、哦、还是说你经看过就见地来了、哦、不是这样，你要经过修过，要怎么修？透过戒定修、哦，那我无食菜咸啊，这解未出来。因为伊也得加重你的两边业相。比如讲吼，无食菜习惯的人吼，我都捌听过人讲吼，有一届我就讲阿玲，吼、啊。
尽量出来来当吼，主菜尽量主菜吼，卖有错的吼。啊，有诶信众当伊就讲吼，啊，阮兜诶人讲吼，讲逐工拢咧食草呢。啊，那么那食菜变食草吼，啊，搭都毋是牛啊羊啊，那变食草吼。原来就是讲食菜吼，若无欠寡，若无一寡草诶教吼，较像咧食草。啊，所以食草习惯诶人吼，伊看全部拢菜吼，伊无都无啥会调。这是啥？这就是业，因为伊习惯有漏。哦，当你无肉诶时阵，全部菜诶时阵，伊会苦边业相会造出来。我爱咁听，他以有漏为乐，啊，所以若无肉诶时阵哦，伊会感觉讲，那这敢那是咧食草感官，敢那就讲苦事，这就是两边业相。所以，当你我都改迄个肉，吼、哦，卖食以后，食菜习惯，食习惯了吼、哦，你看到肉，你就袂想要去食，而且你就会惊。自然了，你就袂把迄当作是肉啊。安尼食菜吼，比食草的苦事就袂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吼，无义乐，财色名利，无法度当，就是因为吼，你拢甲当作乐，所以无的时阵苦事就出来。所以无义乐，唔好爱，是因为。一定会带来苦果。这是一个重要点哦。靠改行动，靠改行动。当你食菜食一段时间了，啊，你就我都分别啦。你都分别讲啊，我若个擘草落去吼，迄苦果会阁造出来，安尼你就我都分辨，就我都厘清啦。所以当你一个习惯了吼，人个安那骗你去食草，你就袂爱食啊。我讲安尼对不对？所以戒定慧的过程就是安尼出来，先离掉，啊，然后吼，再靠禅定的定力会定底。心底哦清了，你就我就感觉讲啊，很好，很对。所以以后吼，那准做，佮碰到迄个缘，你就叫拖袂落去啊。佮要拖你去食，你就无兴趣啊。因为啦，因为迄款两边的业相呢，伫你身上已经无去啊。啊，迄叫做啥？迄叫做见地。安尼有清楚无？所以你讲见地有可能无？绝对有，就是你爱修了才有法度，无修无法度。干那听无效，哦。恁常常听我讲唔好食草，但是恁当伊阁继续食，安尼哪有法度见地？我问恁，恁讲安尼有法度见地无？因为两边业相都一直滴的，迄那我都见地啦。你讲你免，你也要，吼、哦，迄你讲骗外行的也使吼。人的心有了，你才知影啥叫做见地。所以杀盗淫，迄东西盖了，啊去。过来去练禅定，哦，禅定心明了，你有法度甲咱过去无好。